你知道东瀛法拉利是哪辆车吗？当年的本田决定造出东洋史上第一超级跑车，希望让大家知道超跑绝非欧洲人的专利。于是 MSX 来了，在头文字 D 里，高腰铁界赛摩站的终极 BOSS 就是 MSX， 系统不用它赛一场。好，开始，让他们几秒吧，看看后面能不能追了回来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开跑。看，现在速度是上了150，甚至超过一辆，这速度也太夸张了吧！现在上了200多了。第一个弯，我们切一个视角看一下，前面这里肯定要撞车了，因为这里太窄了，车又多。看吧，爆了没说完就撞了。确认，前面这辆是法拉利。我去，辆车都被撞到路边了。好，出弯，这里我们加速，看前面这里有没有机会。这里准备上山了，这个山路有点窄，前面还有一辆超大的越野车。我感觉他不是很让我啊，你看他在那里左右摇摆，还是放弃挣扎吧，这样没用的。哎，这里怎么有辆小车啊？差点撞上去。好，现在开始慢慢爬坡，前面这个弯肯定要撞了，因为车太多，而且这个弯又特别小，反正又不是线上赛，随便撞。 OK， 又超过一辆，现在我们前面这辆是迈凯伦。怎么会有对头车，差一点点就来一个正面碰撞。好，超了这辆迈凯伦，接着继续再超，现在我们追到了第五名。然后前面这辆是 GTR 这个本田真是太有特色了，拜拜了你。现在我们继续争夺的是前三，两辆车在疯狂摩擦。 OK， 顺利进入前三。我们前面这辆是福特 Monster， 这里的路是真的窄。现在对面又来一辆车， OK， 车过了，我们找个机会超车，超了它吧。然后现在是第二名，现在是到了下坡。第一名这辆路特斯跑得好快啊，不过我这辆东瀛法拉利也不是盖的，前面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超了。好，慢慢过去。咦，这就不怪我了，是你自己别过来的。对了，这是在游戏里叫 NSXR192， 在车站里可以找得到。根本没什么机会了，我们跳到终点吧，甩个尾，顺利结束。